好坏哦，有类似谁是杀手版的狼人杀，好就是这样。开台喽！那要讲很多话吗？好，开台哦，安静。有扯淡的那个，开台，开台，开台，开开开开开开，怎么是红色的？什么红色的？你说你的颜色吗？八点六，绿的绿的掉了，绿的，我看都是红的，绿的，你是说酱油还是？没有，我说我的开台是 OBS 啊，还是另一个绿？绿的发光，哪一边？你现在这样好可爱哦，为什么？你说这样好可爱，阿纪吗？真可爱。之前不是戴在头上吗？现在怎么？阿纪你好可爱哦，阿纪。你像草裙哎。怎么穿在头上？戴在头上啊？那戴在头上啊？你是司机吧？在头上啊？我之前都在头上。怎么了？有可能，我昨天的材质包。怎么会变草裙？我贴在那给你们看，超可爱的。很可爱的阿纪，这样也很可爱啊。哎呦，好可爱哦。哇哦，很可爱，哇，这好可爱哦。二十，好大一个，就被买到西瓜里吧，陷进去了。那今天又是我们的阿乌狼人杀，阿乌狼人杀，地图没有更新啊，但是大家都非常的一直敲碗，好，就继续再来 play。好，那今天九个人。九个人，这游戏很不好玩耶！但玩心机，我最不会心机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感冒了。是不是被隔壁传染了？拉哈基的口水，哇！交叉传染，交叉，交叉传染，所以团团身体应该不太好吧？哎，突然知道了什么？突然知道了什么？我挑那就正常，狼人两个没有蠢蛋，好，这样会玩后好 ，OK。可以边玩边跟我解释吧。他会有职业的，就说你要干嘛这样子。跟我们啦，你看一下，请看对话框。狼人的话就是晚上的时候你会隐形，然后可以去砍人。嗯，很棒呢。啊，我们规定一个狼人一个晚上只能砍一个，免得他砍太快。OK。OK， 会有药水，一罐，它有两个技能啊，一个是可以让其他人发光，你就可以去追逐它。哦，对啊，另一个是那个强化药水，你的速度、你的跳跃会大幅提升。哦，对，然后猎人的话呢，猎人的技能就是可以晚上的时候会获得你的技能，那它两个技能，一个是把好人传到你的旁边。嗯，随机一个好人，所以传过来一定是你的好人。OK， 嗯，那另一个的技能的话就是让对方。那个让狼人冻住不洗澡 ，OK？ 冻住不洗澡。对啊，女巫的话也是晚上才会获得技能啊，那些技能都是你白天要用也可以，好吧？啊，女巫的技能是有喝下去之后可以让狼人发光，只有狼人会发光。嗯。啊，另一个药水的话就是毒药水，可以杀死狼人，所以要好好加油。好。啊，预言家的话是晚上的时候你会听到神谕，他会直接告诉你随机一个人的职业。他的身份叫你选总统，对，是随机的。嗯，啊，预言家的能力，他的晚上会获得技能，技能的话是你附近范围会无敌。哦，我喜欢打我。因为你在发呆的感觉啊。好，来复习。忍者的话就是那个会用忍术。哎。哪路的 ？OK， 就这样子。好。就来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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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强强的，马路刀，我是忍者，他不是一直都强强的吗？我有吗？你酱油强强吗？我觉得酱油是啊，每次都强啊，你一直都很强啊，记得酱油强啊，狼人一个晚上只能杀一个哦，好好明白，一只狼杀一个，所以会有两只狼，所以等于可以杀两个啊。一个人只能杀一个，一只狼只能杀一个。这样就是刚刚去找国文老师啊，我没办法跟他讲话。无法沟通。一只狼杀一个，两只狼杀两个呀。那三只狼杀一个，总共只会有两个人死掉了一个晚上。对，问题是狼人那天晚上你只能杀一个啦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懂了，懂了，对啦，对啦。天哪，我们晚上五点好像离开，好像。
嗯，有点忘了。刚刚所以可以狼杀狼这样，好。嗯，但是狼有探知，好不好？可以利用探知。所以要小心，要一直跑。哦，有人不讲话。谁啊？还有隐形哦。深深吸了一口气。哈吉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酒喝啊！哈吉。走开哦！哎呦，门口附近哦！他七根团团两根，哎呦，好奇怪哦，这两个有问题，两个出一狼啊！激活啊，激活啊，激活啊，激活啊！看到就打，看到就打，不是打狼人，嗨，导游，导游，嗨，看到就打，看到就打，自己人不要乱打，自己人不要乱打，自己人不要乱打。哦，好好好，突然，谁知道谁是自己人？对啊，我刚刚看酱油应该是好人吧？哎，我怎么死掉了？怎么死掉了？你刚刚看酱油是好人，死了。好，杰克是不是啊？杰克，你想带风向啊？杰克是不是啊？两个。哎，我才刚没有酱油死了就不能说，就对讲了，对死了就是鬼魂，你只能呜呜呜呜呜。刚刚在这附近，我一直在讲什么？还我命！没有，你应该闭嘴。对，你只能闭嘴。好难过，好多玻璃哦。慢慢看自己。嗯，玻璃哦，好痛。怎样？现在缺玻璃是不是？好多玻璃哦。我四个玻璃。哇，几个？四个玻璃。好会。对啊，好玻璃哦，好会拿玻璃哦，拿玻璃哦，这么玻璃呀？拿玻璃。拿玻璃，拿玻璃，哎呦，棒棒啦！不管怎么样，我现在上是那个棒棒，棒棒，棒棒棒！我现在快晚上玩，外面很危险啊！哎，这里超多人，你们干嘛？注意团团啊！我是觉得注意哈基很可以哦，繁星你小心哦，你死了之后哈基。我是觉得注意杰克啦。哦，真的是。真好人呐！哦，他相信杰克，救命救我！我没办法救你，白痴！等一下，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，哎，阳光过了，我觉得我要死了，我要讲一下，繁星看到了，对他做，繁星是不是？繁星是狼，影月也是狼吧？不要我，不是，就是繁星巧克力，对，为什么又是我？繁星的啦，怎么会是我？反正我跟你讲，第一天我验哈基是猎人，然后接下来杰克是村民，嘿。繁星的啦，是繁星，是繁星。所以就是对，就你们三选二。哎呀，哈基啊，那就是杰克了啊。屁股怎么那么大？屁股好大。其实哦，你知道怎么死的吗？哈基已经死了吗？我刚刚被哈基传过去，然后被他推下楼。是啊，大屁股。你刚刚传过，然后我就瞬间摔下去，哈，然后我就死掉了。不要看，是这么死的。繁星走开啦，怎样啦？我是好人。屁股推人了，坏了，是好人。坏了，好人，坏人走开，最好了。你才不要，你神气，神气。有没有可以除掉繁星啊？我是好人。你坏人，那你要跟着我，你打我怎么？女巫早就死了，好不好？你怎么知道啊？他死在我眼前啊！啊！你要救我！哇哦！繁星没死，我死了啦！死了！好猛啊！这样还有哎，还有一只狼。你怎么繁星死了？他把我推下去啊！音乐是酸梅，巧克力是狼，谢谢。哇！打巧克力，打巧克力。哦，妈妈，你怎么离我远去了？巧克力走开哦！巧克力走开，我好难过哦！凡凡都死了，我就可以再多杀一个人了。对呀，没有你没有的机会，我有那个机会啊，时间很多啊！加油加油！在哪里？杰克，你看你的笑脸，好可爱哦！笑脸很久了，好可怖的！你是谁啊？可怕哦！音乐不行啊，音乐！啊，我们是平民老百姓啊！快跑啊！啊！欺负凡凡！
我只是拼命老百姓啊。你可以逃掉的，我们一天还有下一天。那个外送员把我杀了啦。第四天有点感觉哦。音乐啊，来啊，来这个屋顶上面等等，去上面，去上面，去上面吗？是上面好。好好，收到。我那边还有反击的机会，这里走的好辛苦啊。是这里吗？我不知道，在哪里？默契好不好？嘿，默契一下啊，跟我也默契一下啊。不要，你走开。哎呀，好可怕！你干嘛、啊？大家一起来默契啊！陷入障碍。完了。哎呦。我觉得很危险，惨烈。我觉得哇，没什么默契啊。我也觉得没默契了，来默契一下，走开，没默契一下，走开，来默契一下。哎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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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爬着窗户，哇，巧克力不行，你赶快再过来啊，好不要，好不要，互相对决啊。好，上来，我们那个互相对决啊！来，喂，喂，喂，看你多久，我动民意，看你多久，阿肋路亚！你刚好那个没了，我刚好没了，好可惜哦。对啊，差一秒，而且他应该是只有那个区域而已吧。哦，是吗？跟他跟着，他跟着团，他跟着团，啊，跟着啊，没算好，可恶！因为你好远哦，音乐多好，没有，我很近，都超远的，我那摊子你一百多格外啊，没有，第几天了？出来玩，还有一天呢，还有一天，第五天，第五天。天，我躲到哪了？你怎么躲在这啊？说你们没什么默契吗？躲到哪啊？他躲的位置很妙，不是我来说。嗯，这里很安全啦。嗯，哎呀，我好像可以喝药水跳上去。我怎么记得这？应该知道吧？不行吗？他知道啦，绕好大一圈呢、欸。小哥知道吧？知道知道啊，只是我记得那要绕很大一圈。嗯。噔噔噔，别躲在那啦！哎呦哎呦，不要啦！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哎呦，我要踹踹看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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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吃鸡也来了，吃鸡也来了，来了来了！要被看到了吗？看不到他！哇哇哇！进得来！哇哇！进得来！是进得来的！进不来啊！好进得去哎！我是忍者啦！太扯了啦！你是忍者啦！忍者啦！我直接把你无敌丸干掉了啦！所以繁星是被什么干掉？团团用棒子把我打下去啊！对啊，推下去，推下去的，快，好坏啊！欸、他也想要推我下去，对啊，没推成功，可恶！没坏，我想说央怎么死了？哈基也死了，我没有杀人，为什么两个死？所以哈基那时候是推到央央吗？还是？不是我是放两张纸出来，可是传送只看到一个人，有没有？我看到两个人。我在你背后，对，然後我就反正怎么掉下去了。然后我上来的时候只看到正你跟杰克屁股顶，然后就掉了。对，我就然后就哦，我没有拿棒棒出来啊，没有，就是你的屁股就靠你的屁屁就是棒棒啊。你的屁屁好棒哦，你的屁股比棒棒还强，直接用屁股把它推下去，屁股好棒啊，好猛啊！再来一场，好，来打的，我一定是好人啦！哎呦啊，好无聊的职业哦，无聊，我操，这个口气要一直砍是不是啊？太无聊了，声音听起来都怪怪的口气，对对，你们打到在这里啦？哦，你们都在这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要走，我总觉得卡卡的，对啊。
到，有吗？卡的吗？卡一下，我觉得还好。我也觉得上下楼梯卡卡的。哦，嗯。哦，这里好像我第一次知道。哎、欸，小影是不是偷走东西？好、哦，偷、哦、拿。你在拿玻璃？拿玻璃，拿玻璃。那炸鸡好吃。哎、欸，他进来了，他进来了，小影快跑！他自己靠着我。我的屁股来了，棒棒！你的屁股来了，怎么了？他自带棒棒啊！自带棒棒啊！我没有问题啊。你看，等下看，就看到屁股多一根了。这个不要！我帮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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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帮你。